各位咱台湾的国家主人，咱谢谢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节目主持人，台班的主持人陈瑶阿瑶，欢迎收听咱今仔日的一边一国爱台湾。咱的节目主持人伫中啊，因为来接受到专访的关系，所以爱甲听众朋友来请假一天。大家嘛知影，咱的主持人伫中啊，即马咧拼一个市议员，哦，咱镇定小港的即个初选啊，每一分每一秒吼，拢非常的拍拼。所以若有即种宣传的机会，嘛，甲咱听众朋友回一声歹势，互伫中啊吼，搁去拼一个，因为确实吼，咱的选情真危险呐。即、这个民调定位，哎呀，节目当中嘛讲过几落摆，无要紧吼，咱小等下嘛过来甲大家解说，吼、哦，所以伫中啊，每一分每一秒吼，拢爱为着即个初选来拍拼。来甲听众朋友请假，今仔日个有着阿瑶在空中，甲咱姐姐时段好朋友来开讲，啊，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内容，嘛拜托咱这回来宣传，咱节目有讲到的一挂重点，以及要安怎来收听，啊，要安怎互愈来愈侪人加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队伍。那是要收听咱的节目，啊，会当咱是从每一日的12点，吼、哦，12点开始来播送，现场连续播送的区域，包括着大台北地区、台北市、新北市的好朋友，请收听咱中华电台二台 AM 的1026，就是 AM 的1026哦。那是住伫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吼、哦、云嘉南地区，阁有咱的彰化，吼、哦、彰化嘛会使，同款在12点收听咱的指南电台、指南电台，就是 FM 的106.5、106.5，吼、哦、以上是现场连线来播出，所以咱在12点半的时阵。拢会来开放着call in，啊，咱若是有时间，拢会当敲电话入来，啊，欢迎咱的心声，欢迎予咱全台湾咱的听众朋友来听哦。另外，若是住伫咱高雄、屏东，哦，高雄、屏东时段下晡时的5点至6点来播出咯，请收听咱的主人电台 FM 的96.9。FM 的96.9，最后是台南地区的好朋友，除了咱中昼时12点即旁以外，咱在暗时的7点到8点，咱住伫台南的好朋友会当来收听詹文溪电台，詹文溪电台就是 FM 的89.9，FM 的89.9。所以咱台南的好朋友，咱有两个时段，吼、哦，两趟会当来收听哦。以上是收音机收听的方式。当然，咱若是无住伫以上的区域，也是咱即个时间报上的时间，也无法多踮收音机头前来收听。嘛，欢迎利用咱即个一边一国连播网的即个软体，咱只要有智慧型的手机啊。哦，即马普遍吼，真侪人拢有即个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啊，接到网络安装着即个软体啦，啊，佮随时拢会当来收听哦。咱呢一边一个连播网，为每一日同款中昼12点开始现场来播送，而且一点以后是每一点钟拢会重复甲当天精彩节目内容，佮。用后来报上，所以真方便，随时拢会当做完整的收听哦。啊，感谢咱的听众朋友继续来甲咱支持，啊，拜托大家，今仔日啊，今仔日是咱的2月26号，新历二
12月26日，礼拜一的时间，又阁是一礼拜新的开始，咱开始阁静坐会，继续来拍拼。那是旧历行到正月十一啦，吼、哦，正月十一，咱大家上关心咱的阿扁总统、陈总统受到政治迫害、政治案件，这个政治力介入到司法的这个案件内底。目前为止，已经是3386天。是3000天，佮超过着386天。啊，有一点咧强调，这个数字每一日咧增加当中。为虾米咱们一点来重复啊？每一天来报上，就是因为要互济济咱的台湾人了解，对着阿扁总统的政治迫害，目前为止佮还袂收煞，还袂结束。嘛，表示着规个撇开，搁咧继续进行当中。咱台湾行加即个民，咱讲民主的台湾、自由的台湾、人权的台湾，行加即个世代到今仔日，既然搁有即种的撇开继续进行当中，所以是真不可思议，咱嘛无法度接受的。包括阿扁总统要出席任何的活动。啊，拢爱来申请，啊，咱嘛唔敢无申请呢，吼、哦，嘛唔敢无申请，哦，所以这拢是一挂对着自由的限制，嘛唔是对着一般顶会安尼处理嘛。所以像这款呢不公不义的代志，但现主席的台湾是需要咱每一个台湾人拢爱真严肃来面对，来处理。这不是阿扁总统一个人的代志，是咱台湾的未来，咱的发展，吼、哦，咱的进步，真重要的，吼、哦，一个关键呐。所以，请听众朋友继续甲咱的一边一国爱台湾，继续共做伙，做伙拍拼，相信总有一天，咱会当达成咱的目标，幸好阿扁总统一个清白，嘛幸好咱台湾每一个台湾人。一个公平佮正义的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真相。刷来，咱们进入到咱的今仔日的这个重点新闻，新闻大消息进程，赶快先来听咱的主题音乐哦。一边一国加报上回去，吼、哦，这个拜一的时间听这首歌，大家精神吼，哎、哦，各位当吼啊，会奋发的感觉出来。好、哦，咱音乐结束了、哦。搁更爱咱节目嘅现场哦，唔通转台，精彩嘅拢伫后边。感谢。台湾共度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度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度一边一国，台湾共度一边一国。
谢咱的听众朋友，搁倒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。咱一开始有讲到，伫中啊，因为接受这个专访，所以今仔来请假。咱来看到今仔日的重点新闻，第一条当然就要来讲到，这个咱的阿扁总统昨来参加到，由着伫中啊，加做理事长的这个快乐希望协会的会员大会。相信咱听众朋友有诶，买谈即个今仔日的报纸，也是昨个即个媒体电视来看到这篇新闻。啊，当然，甲咱阿扁总统会当来即个参会，吼、哦，咱特别来甲即个新闻内容来报告，互听众朋友了解。这个是讲到这篇新闻，吼、哦，也要来照念啦，吼、哦。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陈志忠宣布投入市议员的选举，啊，在地长吼有这个参会，啊，阿扁总统嘛很心啦吼去甲会场力挺伊后生的意思啦吼，这是这个新闻安尼写，包括着高雄市长的参选人等等真侪贵宾嘛拢到场替志忠啊加油，嘛显示着。这个阿扁总统的这个魅力啦，啊，其中嘛有向现场的媒体讲到，这个阿扁总统来这个参会是已经有甲法务部来申请，而且有准啦，啊，所以伊来出席啦，啊，但现场嘛真济咱这个会员甲阿扁总统来翕相握手。来画着阿扁加油，阿扁总统加油，而且因嘛比较惊吼，加咱姐姐李干书嘛有这个举杯吼，但台下顶加姐姐会员来讲一声新年恭喜啦，新年恭喜。弟中阿嘛表示讲，即马参加民进党党内初选的民调是一场考证，嘛非常的关键，希望乡亲支持。另外，当期买咱的立法委员嘛是高雄市市长初选的参选人，嘛来到现场，而且甲阿扁总统来做伙用餐。新闻内容写到，伫中啊，硬菜和即个期买啊，吼、哦、啊阿扁总统嘛叫期买委员吼，紧、哦、食啦。而且当期买委员致辞的时阵，有去讲到，讲参选立委的时阵。伊伫咧参选立委的时阵，吼、哦、阿扁总统替伊徛台，真感谢阿扁总统二十外冬吼对伊的牵绳啦，所以伊嘛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呼吁，讲高雄市长啊拜托爱甲支持吼、哦，这个基民委员，啊那是市议员前镇小港，拜托大家爱支持陈志忠啦，吼、哦、以上吼、哦、是这篇新闻的内容。阿瑶来，即、这个先教练，吼、哦，先教练。啊，当然阿瑶担任嘛有伫即个会场担任协助部分即个事宜主持的工作。吼、哦，咱即个会员大会吼，阿瑶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即、这个快乐希望协会吼、哦，到今年吼、哦，这毋是拄啊成立啦，吼、哦，已经是第三档，吼、哦，进入第四档啊啦。好、哦，三党过进入第四党啊！啊，事实上这嘛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。好、哦，伊本质其实无算是，不是咱讲政治活动，这个是人民团体。哦，相信咱姐姐好朋友嘛，拢有参加一挂社团。哦，大家做伙啊，有机会做伙出去旅游啊，做伙食一下饭。好、哦、啊，做伙做一挂公益，一个社团就对啦。但是当然，因为即马地中啊正做理事长，伊本人阁要来参选着咱前镇小港的市议员嘛，所以当然卖有正侪在过程当中，会去讲着啊，大家爱甲理事长吼、哦、啊斗支持嘛，会员当然嘛是正团结啦，啊，所以即、这个新闻的写讲吼，即、这个阿扁总统来。现身吼、哦、来挺地中啊选市议员的这种内容啊，啊对着安尼内容，
阿耀嘛无啥物意见啦。啊，因为呐，家己个后生吼，阿要来选市议员，啊，变总统当然嘛是全力收听嘛，敢讲要来听别人呢，迄是无可能个代志嘛。啊，是讲咱看到阿变总统啊，迄、那个诶、心情吼嘛，感觉真欢喜，真欢喜，因为大家知影吼，阿耀是安尼想啦吼。对着咱大家来讲，阿扁总统是咱台湾人的总统，咱第一名的总统，咱永远的总统嘛。不过除了总统这个身份以外，咱阿扁总统嘛是做着一个老爸的这个角色，伊是地中海老爸嘛。咱讲做老爸老母的，吼、哦，永远心肝内想挂心的。绝对拢是家己的，囝儿是谁？好、哦，但细汉的时阵哦，烦恼因的身体啦吼，健康吼，敢、哦、有勇敢？啊，读册的时阵吼，烦恼讲吼，这个册吼，成绩安怎？吼、哦，要安怎来加强？吼、哦，要安怎来有好的成绩？啊，那是讲出到社会，当然嘛，烦恼讲家己囝儿是谁？吼、哦，啊，但这个公司敢有互人欺负？啊，前途吼，敢有好好，敢有这个会当期待，敢会当安讲这个大鹏展翅，吼、哦，这是每一个父母吼、哦、对着事实，诶，这种关心还是一世人诶啦。哦，所以对着阿扁总统来讲，吼、哦，还要相信，但阿扁总统诶心肝内，上重要诶第一件代志，吼、哦，大家若是对总统有了解，应该嘛拢知影。啊，变总统想关心的，就是咱台湾的未来，咱台湾的国家咯，咱的一边一国，咱的主权，这绝对是啊变总统心肝内第一重要的代志。啊，那是讲到第二重要，啊，要相信就是厝里的人啊啦，好、哦，当然就是包括着伊后生弟中啊，对弟中啊的这个未来。吼、哦，要安怎？吼、哦，要安怎？这个，让伊会当有这个发展，吼、哦，绝对是做时代上关心的代志。所以，会当来出席这个参会啊，看起来吼，阿扁总统这个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，因为咱那在这时代有这个感受，但做这时阵，咱家己的后生做囝咧病的时阵，家己无法度。做着足济个斗三工个代志，哦，可能包括即卖阿扁总统嘛是同款，所以会当来出来，好、哦，会当来参加，佮已经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呀。好、哦，啊，若是讲连这个禁忌，佮真正无理呀啦，好、哦，佮真正无理呀。啊，但是亲像过去嘛听捌，阿瑶捌听阿扁总统讲过，伊讲也当真做咱台湾的总统。不是家己乱搞，拢是挖靠着咱全台湾人的收听嘛。所以这次地中啊来参选着这个市议员，来拼这个东来初选。好、哦，阿扁总统也是地中啊，一个人啊嘛拢无法度，嘛是赶快来靠着挖靠咱济济听众朋友。好、哦，咱虽然话无大滴真人小讲。不过，咱有朋友住伫遮，斗鼓舞，真正嘛是爱靠大家的力量。啊，也相信啊，这嘛是阿扁总统今嘛很主席，哦，伊心肝内啊想要伊的代志。啊，虽然无法度讲吼，啊，大家嘛知影做侪限制啦。哦，法务部个限制讲袂当参与政治活动嘛。啊，所以呐，真正想要有啥物斗三工吼，要来帮助伊后生。可能嘛，心有余啦，啊，做这代志无法多做，哦，啊，这可能嘛是一个足大遗憾，哦，所以啊，咱嘛唔忙讲吼，咱大家做伙替阿扁总统来出力，吼、哦，啊，替阿扁总统来甲伊这个地中啊，甲伊斗争一下，哦，所以当场这个会场啊，而且这个金牌委员到这个现场的时阵，哦，大家嘛。拢了解，这个金牌委员甲阿扁总统甲地中啊，因是两代交情，吼、哦，两代交情，啊，拢亲像一家人同款，吼、哦，总统嘛，
烦恼几卖啊，安尼走摊吼无食饭，吼、哦、叫伊紧白两嘴啊，紧食。啊，几卖委员，但大家顶其实讲真长的时间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十几分钟应该是有，吼、哦、还有人伫边啊，啊，讲到啊变总统过去顶顶安怎甲伊即个牵绳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嘛拜托大家吼、哦，咱社会人盘呐、啊，吼、哦、过去啊变总统来牵绳几卖啊。啊，即马今马委员嘛，拜托大家来牵绳地中啊！吼、哦，即、这个传承啊，那么是咱台湾人咱讲的人情味，吼、哦，正一个诶欢喜的一个日子，啊、哦，看到即个场面啊，包括有来甲现场的即个贵宾，啊，也嘛爱来甲因念一个吼、哦，感谢因来甲咱的会议啊来赞声，吼、哦，和咱的即个会场更加。增添光彩，包括着高雄市副市长许立明，好，阁有咱的议长康武成、康议长、副议长蔡昌达、蔡议长，啊，阁另外一位咱的高雄市市长的候选人管碧玲、管妈，也有到咱的现场，其他包括咱的市议员参选人，咱电信组电议员的祖孙，吼，大家。啊，嘛爱甲斗三讲吼，即、这个阿鲁啊，吼、哦、阿鲁啊，伊叫咱的小英带小议员，曾经新兴林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咱洪山区的罗鼎成议员，陈慧文当会文议员，吼、哦，过有咱公山咱的陈正文当议员，过有咱大寮林园的李雨婷，吼、哦、李议员。阁有咱即、这个嘛是三民区的洪平龙洪议员，最后是咱左南区的议员参选人林志成，吼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参选人吼、哦，以上的贵宾来甲咱的现场，所以啊，淡张吼，还有正亲亲来体会啊，嘛看到阿扁总统，嘛看到阿扁总统即个到现场啊，正欢喜啊，会当来甲算替家己的后生。表示支持甲鼓励啦，啊，当然法务部嘛有对到，这是亲人吼，这是算是家己的后生的这个活动来温存，吼、哦、来温存嘛啊，未来法务部但媒体来甲因询问的时阵，吼、哦、媒体甲因询问讲吼，嘿，那是讲未来地中啊来做些活动，是不是啊？变总统拢会当参加啦，吼、哦，哦，这个问题吼、哦，真直接。啊，法务部的回应是讲吼，啊，当然政治性的袂使，吼、哦，啊，不过那是对着这个后生的这个支持甲鼓励吼，因为个案吼，啊，每一场安尼来判断敢会准，吼、哦，这是法务部的回应。啊，法务部安尼回应吼，啊，真保守啦，伊嘛唔敢直接讲啥啦，啊，唔敢阿瑶嘛是爱来加强这部分，吼、哦，阿瑶一点咧强调。对着一个做老爸的人来讲，家己后生，不管你做任何的生意，也是做什么工作，哦，上大五万就是会当甲斗三工啊。哦，啊，那是讲家己有力会当出，拢袂当出，迄真正捂住个死啦，迄真正嘛是捂住个死啦。哦，所以对着地中啊，会再活动吼，还有认为是讲。一定拢爱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无迄真正做有准呢。我想要去现场，而且嘛，遵守着法务部的规定嘛，吼、哦，无讲话，吼、哦，我无讲话讲吼，哦，发表意见，就去个现场安尼尔，哦，这应该是咱讲的伦理、人情，哦，正自然的代志。好、哦，所以未来吼、哦，咱嘛，即种有啥物活动吼？嘛，来甲法务部申请看卖啊吼，啊，希望咯会当拢会过啦，因为真也未过吼，真也无利啦，吼、哦，这嘛违反着咱讲做一个时代甲今日时代迄种感情，咱讲人情伦理迄个违反去啊嘛，吼、哦，至少爱人互爱互人会当去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这个部分，这是法务部对着媒体的询问做的这个回应，好、哦，啊，以上。是第一集，吼、哦，这个重点新闻，针对着咱阿扁总统来甲快乐希望协会会员大会，吼、哦，其中啊，正对理事长的这个现场，
对着规个性质啊，个一个过程，吼、哦，因为爱要当现场吼、哦，来做这个协助主持的工作，所以真清楚，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哦。咱即代先讲到这，休困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搁转来咱的现场哦。感谢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在这个旧年尾新年头，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全年冬的支持，咱的节目特别要来推出着一年一次过年大优惠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替听众朋友把未来一年的困难拢过好。咱继续做伙为台湾打拼，守护这片咱出世大汉的土地。弟兄嘛相信，在新的一年，咱的国家台湾会越来越好。继续大步向前行，这次过年大优惠的内容，每一项的产品拢有淡薄仔无同款的加码，真正非常的澎湃。限量一百组，限量一百组，大家要详细听哦。把握机会，好康的拢在遮。正型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，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，一罐原价是2800元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摕五罐。一罐优待只要2500元，而且佫加赠送一罐，等于你会当省1500元，还佫加摕一罐。正型深海鱼油，原料对最近上优良的北欧挪威来进口，有丰富的 Omega 3、EPA 佮 DHA， 原价是2200元，即卖一组五罐，一罐只要2000元，同款加赠送你一罐，嘛是有省，还佫有赠送哦。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芝是甲农委会技术合作，真正用规粒的芝士体落去提炼制作，一盒是3500元。即卖买两盒，就赠送一袋即个牛樟芝的沙文；那买五盒，就赠送你三袋即个沙文。上重要的，买五盒加赠送一罐的牛樟芝给大家。新鲜地鸡精是传统用规只鸡啊。落去地的地鸡精会当温暖烧，是这个寒天补充元气上好的营养品。一盒原价是5400元，即卖一组三盒大优待，只要15000元，佮加赠送一盒细盒十包装的地鸡精，互你补身体。最后是咱补充钙质的第一选择，用上好的柠檬酸钙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。会当用吞的，嘛会当用煲的，一罐是1200元。即卖大优待，一届买6罐，就加赠送一罐；一届摕10罐，就加赠送你2罐。全年冬只有一次过年的大优惠，过年大优惠限量100组，机会难得。用真时段若有欠用，请卡联合服务专线：0776180075，0776180075。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接听，其中也祝福咱的听众朋友新年恭喜，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，大家大赚钱，感谢努力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佮倒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，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，咱刚上服务的内容。咱即个过年特别活动，真正剩最后几天啊吼，啊嘛剩无几组，咱把握机会吼，把握机会，啊无个个爱搁等一等吼，像即款遮尔好康的内容吼，是搁爱搁等一等才有啊啦，吼，一个一等以后才有啊，吼，所以咱骹手爱紧吼，把握机会，咱啊对着产品有任何的问题甲需要，也是咱对节目的内容收听。有任何的问题甲需要，拢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哦，是7618075，7618075吼，外部头加07。现准时咱的现场的call in嘛来开放，还有即个call in电话嘛联合大家甲抄落来。call in的专线是7618018，7618咯吼，同款外关区，咱外部头爱记得加一个07咯。刷来谈即则的即个新闻大消息，咱来关心着国际新闻。
尤其是对着中国的新闻，吼，中国的新闻，今仔日咱自由时报的头条啊来写着中国迄方面呐，吼，讲要来修改因的宪法，要修改倒一部分呢。啊，当然，吼，看到这内容，哎呀，实在是吼，无意外吼。啊，毋过一个国家惊到安尼，真正是啊，气了了啊，吼，讲吼要来修改宪法。甲因的即个国家主席成本规定年龄未当超过两届规定，要来甲即个删除啦吼。算是讲过去吼，未当超过两届，一定要换人。吼，你年龄两届了，一定要换人啦。啊，若是即个删除吼，现主席即个习近平个会当做一世人啦。吼，会当做一世人啦。吼，迄个毋免讲啥物国家主席啊。一个做皇帝啦，啊，亲像皇帝安尼做一世人啊，做甲巧伊啦，哦，因即马讲要改制啦，哦，听种朋友啊，你甲听看卖啊啦，哦，即款的国家，即款的政治，吼、哦，安尼既然各有人想要甲因统一啦，哦，这已经是咱毋是讲共产国家尔，这是威权国家、独裁国家，迄无啥物人啊统一的啦。迄唯一吼，迄那是讲，甲因惊做，迄叫做，迄叫做啥？吼、哦，迄叫做互人介意啦。吼、哦，迄叫做互人介意，迄毋是啥物好统一无，迄根本无任何统一的立场嘛。因连即款物件，佮已经要改做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大家敢袂相信？啊，你若讲谈台湾，吼、哦，谈即个马英九执政的时阵，讲通过着总统会当连任100摆安尼。大家敢能接受咧？啊，但是谈迄个中国，因个是汉内一个国家嘛，吼、哦，这并无奇怪。但是这个新闻，啊，要主要个是俾予咱听众朋友，然后清楚这个中国的本质啊，吼、哦，唔免误盲讲啊，因咧替着人民想啥物物件，因咧想着家己的权，吼、哦，因咧想着讲啊，爱人啊了。民主意识，吼、哦，袂当一直做，哦，因嘛唔是嘛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咱个上大的差别啊，哦，无可能，但这种基础顶管是无可能有任何讲，哦，惊做会可能性啊，哦，咱要做这个民主的国家，哦，佮无可能去，咱讲改信道啦，甚至伊任何的这恐吓。哦，咱嘛爱坚持咱家己的立场嘛。哦，咱一边一国爱台湾，这部，哦，这个是咱的宗旨啊。哦，讲到这部分，哎呀，我去想到讲吼，这两日啦，嘛有拄到一挂哦，咱的这个时段，哎，讲到讲地中啊，啊，去甲这个科比见面的代志啊，讲啊，伊心肝内无讲介欢喜介舒适啦。好、哦，哎呀吼啊。这部中嘛，搁来强调一摆，咱搁强调一摆。吼、哦，这个新闻媒体吼写，哦、有时阵拢会加油啦，吼、哦、添醋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搁加因一挂幻想，吼、哦、因思考想的物件，迄拢无一定是真实的啦。哦，因为地中啊，即处是因为伊正做着咱凯校的执行长，咱基金会凯达格兰的执行长。日本的外宾来，而且是这个校长吼，伊做着执行长，要来招待这外宾来陪同，陪去做一挂访问也是参观，这是地中海责任界的职务啦。吼、哦，伊咱讲做工课，每一个人拢同款，你敢会当讲去选择讲啊？这我要做，无爱做，我、哦、爱有责任感嘛。我是真单纯来陪伴这个外宾去来拜访着这个科比，哦，并无遮尔侪媒体讲啥物啊破冰唔破冰啦、啊，哦，政治上啥物个交叉啦，迄拢无影无即个代志啦。哦，啊无，当然，迄当时科比讲迄、那个，讲唔着话吼，诶时阵，哎呀嘛，真生气呀。哦，咱等这部中我嘛是该，哎，即、這个双规片诶嘛。哦，但是。一件归一件吼，唔是讲全部拢揽做伙，也可以当准都耍吼，嘛唔是安尼。
哦，所以咱听众朋友，咱阿瑶特别来，过来强调一摆，哦，迄并无啥物特别的意思啦。啊，那是要破冰，吼、哦，那是要食，啊，慢慢带一个日本人去嘛，好、哦，慢慢带外宾去嘛，哦，甚至会当吼，啊，这个这个排场更加大，哦，所以这拢是一寡无影的代志，好、哦，所以唔通对着这个媒体来塞人，吼、哦，来塞人。咱心头了定，吼！而且吼，啊，搁听到有人讲，啊，安尼是毋是咱要去挖这个科比迄种吼？啊，去挖中国的路线，啊，嘛拜托一下，会讲这种话，听个知影，绝对毋是咱的听，咱的这个一边一国的嘛，啊，无地中啊，这个飘啊已经遮远啊，遐个安尼啊，啊，连咱的节目个是一边一国做名。啊，他有可能有这种的怀疑跟想法，或者阿瑶嘛无多接受啦，这种讲法，这个真正是天地颠倒变异啊啦，或者有一挂咧，迄种甲白布买你甲乌的感觉啊，哦，他有可能的，咱这一边一个的飘啊，真哩明显的，包括阿瑶即马坐伫遮嘛，飘嘛已经打起嚟啊嘛，哦，更加唔免讲咱的地中啊嘛，哦，所以。对着这一挂吼，这部分的新闻，阿阳嘛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啦。另外，咱过来看到，好、哦、看到，这个另外一篇的新闻，就是台校长对着这个管中民吼、哦，啊，要正做台校长的这个争议，好、哦，阿未收煞啦，好、哦，因为。台的做者学生啊吼，到老师啦，已经开始连署，因为已经开学了嘛。开学了后，连署要来要求召开着校务的会议来处理啦，吼、哦、来处理。哦，而且连署的35名的代表已经达成啊，要正式来提出这个要求，认为讲校长的选举有重大的瑕疵。选举应该无效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今仔日嘛来送予这个校方台校务的这方面，吼、哦，来正式来申请，好、哦，这个是台校长目前的新的发展，对着这部分阿瑶嘛有一挂这个意见，好、哦，咱讲予台校长，这是不哩啊重要的一个地。这个职位啦，吼、哦，真正不哩啊重要，哦，偌重要诶！你讲，即马地中啊要参选咱前镇小港诶市议员就好啦，市议员一个机会，吼、哦，数十个市议员呐、啊，哦，你讲立法委员全国，但全国立法委员，吼、哦，迄是百几个啦，吼、哦，立法委员嘛足侪嘛，分区啊咧，不分区诶，各家。但是台校长是当啊一个尔啦，迄是咱全台湾上悬的学府，吼、哦、合数的一个指标，我第一名第一间的学校台，伊的校长就是迄个尔啦。哦，对着这唯一一个，咱敢唔免较天真呢？哦，咱讲的天真，当然嘛唔是讲乌白讲啦，吼、哦，咱嘛是一书。规矩书分得清楚，哎呀，你讲的不是讲过去伊虽然当马政府的时代迄讲话吼啊，想过超过的问题，我、哦、唔是咧讲这個，伊讲什么咱爷们，哎呀，唔是咧讲这個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咱讲对着伊合适的这个要做着台校长，上重要的就是这个合适的部分嘛，伊个性介伊的，剩的人感情无好。哎呦，认为遐毋是重点啦，吼、哦、一码归一码。咱的重视个是，咱讲伊个学术的部分，敢有注重着合，敢有伊学术的专业，敢有注重着学术的伦理，吼、哦、这是上重要的。其他咱拢卖介意，讲即、這个加油添醋啦。但是即马很不单个是伊即个论文去出问题嘛，吼做这样个咧。有的在讲，迄毋是啥物正式无正式的问题。嘿，听众朋友啊，台校长，现主席唔管伊是
正式还是无正式的发表，迄个已经拢是一个瑕疵啊啦。互人有一个疑问伫遐嘛？奇怪，转台湾毋是无别人呢，毋是无疑问的人咧选呢？啊，为什么一定爱互一个有疑问的人呢？哦，这是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嘛。哦，咱毋是讲因为伊的色彩啊是安怎咧家己主动，这真简单嘛。学术归学术啊。哦，所以对着这个争议吼，咱这个代代校务的这边吼，当然咱无法度甲控制啦。不过希望伊会当做出对的决定啦。哦，嘛唔通甲教育部底下愈来愈虚啦。吼、哦，啊底下坚持啦，吼、哦，真正在对着因的好好的这个教育，对咱大家未来要安怎来看待咱这个代代。吼、哦、嘛是非常的关键，吼、哦、至关重要，吼、哦、在这部分吼、哦，咱来先讲到这两篇的新闻，刷来再来听第二批的工商服务哦。稍等一下，再回来咱的现场，咱利用一寡时间，嘛甲地方的选情，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，感谢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陈志忠。咱一年一遍庆祝过年的大游台活动持续进行当中，今年的活动会当讲是缩个大碗。自咱的节目开始放送以来，上优惠上好康的就是这边，拢是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长期以来的破白收听，嘛是有情有义的厂商，知影志忠即卖开始要无用选举，要替志忠加油减轻我的这个担当。实在是非常的甘心，全部100组限量的大优惠，到现在已经剩最后66组，最后的66组若注文完为止，听众朋友卡手爱紧，亲像过去唔捌买优待的这个钙滴车，现在只要一次买6罐，就加赠送一罐，一届买10罐，就加赠送2罐。厂商特别交代，这是过年才有送，平常时啊真正无法度安尼了钱。补充钙质第一选择钙滴加，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有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，一罐120粒，是1200块。即卖买6罐，就加赠送你一罐。和平牛樟芝是佮农委会技术合作，真正用规粒的芝士体落去提炼制作，毋是一般昆士体产品，一罐3500块。即卖买5罐，就阁送你一罐，阁加赠送价值新台币1000块，用牛樟芝来做的杀蚊杀地，是内外拢保养了非常的舒适。正常 Q 弹原料对日本进口，阁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一罐原价2800块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摕5罐，加赠送你一罐，而且阁降价格。每一罐只要2500块，正常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好的北欧挪威进口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一罐原价是2200块，现在一组5罐，一罐只要2000块，另外又加送你一罐，人 Q10 同款，都是加送你一罐，还要降价格来送好康给大家。最后是新鲜地鸡精，用几只鸡鸭落去滴的地鸡精，会当温柔烧，是寒天补充元气甲体力上好的选择。一盒原价5400块，即卖一组3盒，每一盒邮袋只要5000块，佫加赠送一盒10包装的低脂精。过年送礼非常大方，养生佮健康。一年只有一遍，含量100组的过年大邮袋，剩最后66组，最后66组。把握机会，请卡联络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拢有专人服务接听。最终也祝大家永春时代新年恭喜，感谢努力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搁登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我是今仔日的代班主持人陈瑶阿瑶，刚上服务的内容，咱把握机会。过年大优待吼，啊，咱啊错过吼，个等一等啦吼，
真正把握机会，最后这几波啊吼，剩最后几工啊尔，嘛剩无济啊，这个组数嘛剩无济啊，真正吼，若有欠佣金，电话甲敲入来，万二可能就无啊吼，因为这拢已经有史以来上大优待啊吼，咱若有欠佣，请卡咱的联合服务专线761-8075761-8075，话波头加控制咯。刷来，咱继续来讲到地方的选情。咱为什么一定来强调着地中啊的危险？吼、哦，真正真可憎啦吼！因为包括着即马当地方吼，拄着吼同款病病，吼、哦、咱支持地中啊吼，啊要甲因讲吼，拜托咧吼，讲地中啊吼，哎，真危险吼。啊，结果竟然因咧甲阿瑶硬讲吼，哎，买啦，吼，因咧安尼硬。哦，这听落实在是有够烦恼，因为真正危险啦，毋是买啦，吼，毋是买啦，吼，真侪听种朋友啊，像迄个无啥了解，吼，这个部分啦，是真正苦战，这毋是咧开玩笑啦。哦，因为咱讲民调，迄是真正是全民调，迄是卡去处理，迄是无分哪滴的，吼、哦，这是足大一个重点嘛，足大一个重点嘛。我讲地中啊，伊的这个色彩，包括都啊，大家知影吼，阿扁总统的后生，我、哦、迄一寡哪赢的，因的心肝头吼、哦、会安怎想？好、哦，听众朋友，咱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会安怎去想？因一定会想讲吼，啊，那是地中啊，这个支持度吼，这个初选去互通过，吼、哦，支持度去互关开，啊，毋过表示讲，足侪人要支持阿扁总统，咧支持伊无做，咧支持要甲特赦，吼、哦，那也因会安尼联想嘛，啊，那是安尼，因是。会尽因的专力去阻挡这个代志来发生嘛？哦，对因来讲，上好就是地中啊初选的过个无过，表示讲无人咧要伊这个阿扁总统的代志啊，哦，无人要支持特赦，因一定安尼想的嘛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讲地中啊无同款的所在民调为什么会危险，就是伫遮。对其他的候选人来讲，还是。规个前阵小港落卡是，即个看支持度偌济，啊，毋过地中啊毋是啦，地中啊至少个爱先扣掉四成遐，啊，即个泛蓝的民主啊嘛，诶民众啊，一半面已经足细啊，已经减人哦，减了一半去啊，哦，这危险是危险伫遮嘛，我、哦、相信咱一开始讲到咱阿扁总统。真做一个老爸的这个新婚，伊嘛真关心嘛，哦，卖讲今嘛受到真侪种种的限制，无法都来做算以外啦。啊，那是因为家己，吼、哦，因为阿扁总统的代志，啊，等等去予地中啊更加派来通过这个初选，吼、哦，起码是做物质的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起码做物质的，哦，所以对着咱的初选的这部分。哦、真正苦战啊！哦，甲别个候选人避开，哦，因迄现任的迄当然免讲啦，吼、哦，拄啊地中啊较特殊的即个身份，吼、哦，个是一个难关啊啦，个是一个难关啊啦，吼、哦，因为，吼、哦，咱遮的民众吼，真人小讲啊，婆婆啊已经有听到即种声音吗？哦，讲那是支持地中啊，哦，就是支持要特赦阿扁总统这款的声音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要来啊，用做这种反对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嘛来反对这件代志，阿、啊、要让地中啊未过关，吼、哦，诶，这种声音已经开始啊，哦，所以咱听众朋友，哦，爱更加更做伙，吼、哦，凸显咱的团结，吼、哦，啊，难关嘛是爱甲过啦，唔是讲难关。啊，地中海选举无一场是轻松的啦，永远就是拢难关嘛。吼、哦，所以咱更加爱来注意一部分。吼、哦，咱做伙吼，做伙来啊，然后一个好朋友带伫遮，
敢提醒一下，敢提醒一下，真正危险吼，唔是讲生笑的啦，吼，因为对着地中海支持度，甲阿扁总统特赦的支持度，迄当讲是夹做伙，夹做伙，吼，所以咱即阵特别嘛爱来强调这部分，过来进最后一批的工商服务，稍等一下，搁返来咱的现场哦，感谢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陈志忠。咱一年一遍庆祝过年的大游台活动持续进行当中，今年的活动会当讲是缩个短话。自咱的节目开始放送以来，上优惠、上好康的就是这边，拢是为着要感谢听众朋友长期以来的破白收听，嘛是有情有义的厂商，知影志忠即卖开始要无用选举，要替志忠加油，减轻我的这个担当。实在是非常的甘心，全部100组限量的大优惠，到即卖已经剩最后66组，最后的66组若注文完为止。听众朋友，卡手爱紧，亲像过去毋捌买优待的即个钙滴车，即卖只要一次买6罐，就加赠送1罐；一届买10罐，就加赠送2罐。厂商特别交代，这是过年才有送，平常时也真正无法度安尼了钱。补充钙质，第一选择钙滴者，用上好吸收的柠檬酸钙来制作，佮独家添加着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，啊，佮维生素 D 佮胶原蛋白，一罐120粒，是1200块。即卖买6罐，就加赠送你1罐。和平牛樟芝是佮农委会技术合作，真正用规粒的芝士体落去提炼制作，毋是一般昆士体的产品，1罐3500块。即卖买5罐，就阁送你1罐，阁加赠送价值新台币1000块，用牛樟芝来做的萨文3袋，是内外拢保养了，非常的舒适。正常Q10原料对日本进口，阁独家添加着卵磷脂、葡萄籽萃取物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， 1罐原价2800块，即卖特别优待，一届加5罐，加赠送你1罐，而且阁降价格。每一罐只要2500块，正常深海鱼油原料对水质上好的北欧挪威进口，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， 一罐原价是2200块，现在一组5罐，一罐只要2000块，另外又加送你1罐，人 Q10 同款，都是加送你1罐，还要降价格来送好康给大家。最后是新鲜地鸡精，用几只鸡仔落去滴的地鸡精，会当温柔烧，是寒天补充元气甲体力上好的选择。一盒原价5400块，即卖一组3盒，每一盒邮袋只要5000块，佫加赠送一盒10包装的低脂精。过年送礼非常大方，养生佮健康。一年只有一遍，限量100组的过年大邮袋，剩最后66组，最后66组。把握机会，请卡电话服务专线0776180075，拢有专人服务接听。最终也祝大家乡亲时代新年恭喜，感谢努力。感谢咱的听众朋友，搁倒来到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现场。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，咱时间嘛差不多爱做一个收束。咱最后嘛搁甲咱听众朋友哈。来个在一处来提醒啊，因为咱讲，讲嘛，真侪好朋友咧问啦吼，即、这个市议员呢，即、这个民调初选是当时要做啊，咱上紧吼，其实上紧，但为3月19个开始啊，吼、啊，即马距离3月19是剩无几工啊时间啊啦，剩无1个月啦，所以3月19甲5月16拢有可能嘛。哦、所以人讲那是真正抽到第一个做，或、哦、许是足紧的代志、哦。所以啊，非常的紧急啊、哦，已经是行到这个非常紧急的哦，这个阶段啊，所以讲还要在节目当中吼、哦，一点啊，爱甲咱的听众朋友拜托甲提醒一下，哦、因为无像讲大家想的吼，真侪像咧行出人讲吼，啊无问题，啊其实问题真正有啦。爱靠大家做伙来克服这个难关，才会无问题。吼、哦，啊无安尼落去吼，还真正惨啊！
哎呀，无法多去想讲吼，那是讲地中啊初选无过，多好迄哪样诶，屁秀个屁秀噶哦，哎，唔知影迄真正是规矩，迄厝搬搬诶啦，高雄唔通住啦，看要去搬去倒啦，迄实在是，我唔敢想象，哎呀，唔敢想啦，甚至讲你也是讲支持度伤过低啦，个算过伤过低。啊！因哥要底下讲哦，你也看，迄根本嘛无几趴的人，底下咧支持啊变总统啦，支持特赦无啦，迄种家己咧，咱家己咧讲的，吼、哦，或、哦、者实在是颠倒，哎呀，做烦恼的代志，吼、哦、啊，去喊咧去影响到咱的总统，吼、哦，安尼咱真正是，哦，咱规个服务处吼、哦，啊，真正是爱来切腹自杀啦，哦，真正咱担袂起这个责任啦，啊，所以拜托咱呢。一个听众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做伙，即、这个该弄一个，吼、哦，有真正啊，亲戚朋友吼、哦，啊，有熟识但真定小讲的，电话甲录伊啦，吼、哦，啊嘛该拜一个年的吼、哦，电话甲录伊甲拜托一个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电话民调非常的关键，初选也无过吼，啊，卖即、这个年底无嘛无法度啊啦，吼、哦，咱今仔讲到遮吼、哦，啊，做一个收束哦，感谢罗拉。